大马路旁，一名男子开着怪手不断猛砸停在前方的白色汽车，整个车顶被掀开，挡风玻璃被砸出一个大洞。一旁男子妈妈极力劝阻，不过他还是无动于衷，朝着汽车一次又一次的砸了下去。他为什么砸他的车啊？夸张行为全被路过民众拍下，当时巨大的声响也惊动附近邻居。有吓一跳吗？大家黎明都以为说我是不是离办公室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？他先生开车来这边，然后又自己找了一台怪手，自己砸自己的车啦。事发在桃园龙潭的中正路，因为附近就是里办公室，当时不少民众吓一跳，还以为是里长家的车被砸了。根据了解，动手男子去年就跟妻子闹不和，双方已经分居。15号两人爆发争吵，男子心生不满，先开车到女方家堵门。16号凌晨又再度爆发冲突，之后上午10点半，男子喝得醉醺醺，请来怪手后就自己操作，把停在门口的白色爱车砸毁。当事人施以酒测，已达涉及公共危险之标准。全案依法移请侦办。男子一时冲动，酒后当街砸烂自己的车，这下不仅车没了，还触法被逮，得不偿失。三立新闻实名记黄正杰台湾站报道。